道刘三人开车的时候听我的 CD， 几种的 CD 还蛮便宜的，30多块，大家干嘛不买？对不对？不过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出席这场音乐会，真的再次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希望下一次能够再做一场更好的给大家听，谢谢。最后还是提醒大家，记得买CD。